今天三首歌你最满意的是哪首？三首歌从表现和发挥上来看嘛，我觉得是四一的和。我先睁开眼，睁开眼，睁开眼，思念的河好像会动了，终于睡醒了，睡醒了，睡醒了，但我好似被人忘了。他每一次彩排都是一样好，就从第一遍开始就是这么好。表现上我觉得就是他正常发挥了，我觉得很好。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怕在这样一个故事背景下面，因为是一个真的很真的故事，而且北漂这个事情我们都从各个角度都知道他是怎么一种苦，所以我就很怕我们俩其中一个人哭，然后就会弄得很酸。但是没有啊，它就是美就好。我觉得从大家发给我的这些为未来准备的 demo 来比较的话，我觉得邓建超还能发挥的空间还是有很大很大的，所以我觉得他很应该留在这个舞台上。邓建超就是那种能把每一个方向都能做到真的好的那种音乐人，我觉得他就是单薄这个词的反义词。所以我觉得邓建超真的是我们一定要留住、一定要关注的音乐人。我说完了。